亲爱的阿姑平安，在这个年冬的时先甲阿嬷、阿姑、阿金讲一句新年快乐，也感谢上帝在过去一年步步引带甲带领咱的路径，拢有由爹地伊是伊边伊下的上帝，伊是耶和华撒龙，伊是伊马瑞里，伊是予咱伫万事丰盛效力，叫听上帝的人得到福气的，伊是耶和华伊力，伫伊的圣山有伊的臂膀。伊是直接陪咱的当大的主，就是救咱的主。